这么多人挤着，口臭脚臭，熏死我了。大哥，你快呀！我已经快30个小时没睡觉了。今晚在场所有人姓名、地址、联系方式越详细越好。我怀疑凶手就在这帮人当中。那，把他们给我叫回来。你说你是不是个扫把星？我要是你爹啊，早给你掐死了。能吃宵夜吗？当然是。三桶，看着呢。三桶，你听我说，别睡，保持清醒，我不许你睡。三朵，用你啊！你别着急，